平原 buffet 多样化菜肴全是用静思资粮做成的创意料理。小孙子生日趴，邀请大家速速看。实际的静思哈，带到我们家来哈，然后就是说我的孙哈，今天能借这个缘哈，与大家大德啊这些大菩萨他们哈，借亲戚朋友哈，借这个因缘来世俗，因为我们的静思产品真的是给大家认识。大马槟城慈济静思团队受邀前往家宴，下午推广书食，晚上慈善募心募爱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地球已经生病了，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群素食的那个团体能出来提倡更多的人素食。慈济会天天做一些很有益的活动，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，需要被帮助的人。静思到你家，正以不同形式把舒适的好推广出去。带新闻冯律师蓝景飞，马来西亚报道。